常会由自由太平洋协会中华民国分会理事长于斌主持。他首先介绍毛瑞斯博士，是近30年来的世界问题专家，同时也是一位反共斗士。去年在我国双十国庆的前夕，曾经撰文反对共匪混进联合国，很受到美国朝野的重视。毛瑞斯博士也至此指出，现在美国孤旗主义气氛弥漫，我们必须寻求中美两国争自由的基本愿望和今后合作的客观条件。华美协定社社长徐福成也在茶会中报告了留美学人和学生在美国的生活状况。毛瑞斯博士明天将接受辅仁大学颁赠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